我讲较明，你就听较有。那一般的人，那来问我的道理，我拢爱大声甲探话，探观你的根基有偌济，你的思想是啥，你的背景怎样啊？迄个话讲出去，才有法度呢，来扳转到你的心意。但是若大声讲哦，真歹讲。是安那大声讲真歹讲啊，因为大声是照课本讲，啊，这个课本无一定你会下。是安那讲无一定你会下。我来比较因一个例安尼来讲，你有个有钱人，啊，有个善良人，啊，有个人，这个、头脑较发达。有的一群人头脑较混沌，你无法度去讲同款的道理啊。想讲啊，恁做人吼、哦，都爱多做布施，啊，你若做善事，则有功德。啊，若碰到艰苦人，要安那？碰到艰苦人，伊都欠人救济，也要安那去救济人，对无？安尼呢，这个善良人都无适合做。假使若讲啊，你都安贫乐道啊，人都爱苦修苦行，啊，若拄到好嘢人未下，啊未下，我有钱煞未使开你，对无？啊，我俩就做俩，若要苦修苦行，也安尼来讲哦，啊，我这个道我不爱，你自在未了。这都是随道人的根基爱来说法。所以我常常交代这些所有的听众，我讲的话你唔好逐句用，你若逐句用来讲，头壳会混沌。我讲这句话你甲听落，感觉这句话就合我用，一合你用你就甲用，一无合用唔好拼下界，无彩。你若无用是哦，迄个无形的病毒甲变起来。啊，顶起来有一日人有需要，讲诶，我都无用，人别人都有用咧。我病毒甲拍开迄个物件摕来互伊，安尼有道理啊歹。哦，比较我鼓励你布施，一艰苦人即句话都未下用啊，啊未下用要安那？迄句话你甲病毒甲变起来啊。当然有一个有钱人，啊，这个有钱人鼓励伊布施都真好咧。迄、那个病毒即句话甲摕起来送伊。有道也歹，比较讲你都爱安贫乐道，爱苦修苦行。啊，当我有钱人呢，你若讲拢总袂用你用你，遐我的钱定死钱，啊，我唔必收在咯。哦，安尼我都袂用你，袂合我用啊，袂合你用无要紧。迄句话你无用无要紧，变图甲开甲变起来。等下有一日，若一个艰苦人，你挨挨杂杂。哦，讲啊，当我遮艰苦，要安那收？我欠人救济，安怎样？哦，这句话有下一样的。你病毒甲拍开讲，我跟你讲啦，咱无钱无要紧，无钱咱就安贫乐道，吼、哦、啊，苦修苦行，多做无畏事，吼、哦、来庙的啦，扫涂骹啦，擦桌顶啦，来去扫脚巾啊，洗碗地，啊，你功德嘛真大。我想，哦，安尼都下我用的，安尼都提用啊。所以这个道理你讲的佛祖就是看人的根基来讲的，所以道理才讲几山名，不应该道理真单纯的物件。也唔过呢，有人个人无同，有的是顺境的修，有的是逆境的修。啊，那顺境的人啊，都爱鼓励伊照顾艰苦人，爱发个大慈悲心。但是你若遇到逆境的人，你就讲啊，无要紧啦，咱爱有法度忍弱。你有法度忍弱啊，这个劫数若好过，咱就好伊啊。对，偏偏修路线无同，这叫做随机啦。哦，所以呢，咱这个叫做根基啊，就是佛家讲的本性。敢那像迄树仔的根，啊，你根的发动的所在叫做基，众生的基根基无同，所以佛祖的讲道理。嘛，随着咱人的根基的讲，所以无同款。所以呢，再来讲这随机说法这个道理。